我叫啾啾，较正经的，报名小人，叫我空空，小人，啾啾，真无搞到，不要紧，你叫啾啾，你嘛不要紧就对了啦，你嘛不要紧，好，安尼我讲，不要紧啦，阮家有规矩，你若要娶我的小妹，必须回答我三问题。不要紧，自细听到圣贤孔子的文章，太好了。第一个问题听来，我要讲口白，你要我落车呀？听来，唱这个得唱唱起唱。世界上上界细粒的到底倒位？啊？世界上上界细粒的到底倒位？细粒的到。琉球岛，安全岛，路的安全岛你也唔知，你讲做什么孔明的书生啊？干屁！来第二个问题，再听。伫咧册店，你买袂到的册是倒一本？册店，无唔对，买袂到的册。啥物所在拢买袂到的册？实在，我唔知影呢。哼！听清楚，遗书。写遗言的遐哦，遗书你买会到吗？是买袂到啦。有一天若要讲起，你会当先写袂要紧。好。再来第三问题嘛。第三，我想一个。惨啊啦！我拄只明明背册，奈袂记。我坐久奈拢甲我考。我来讲，来。再来，第三个问题，就简单嘞。好，大龙看下手机啊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先我讲另外一个问题了啦。好，第三个问题哦，就是啊，有一个医生，伊出来了，伊杀一个病人，入去手术，然后伊行出来，甲伊的患者的家属比一个五。所有人拢目屎流目屎滴，为虾米敢知影？啊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因为无代志啊，无代志，会使倒转去啊。其实是三长两短。为虾米？三只头长的人去短啊？这我是拢无读过呢。无读过，卡屁！哎呀，讲你读册啊！真厉害，让我爱笑在心怀。看你的形体啊，是真无彩。看你最好啊，爱过来。来，我来讲，这句，这个关卡你袂过，我有处罚。你有什么说法？你若做会到的话，去边啊！滚啊！同款的姿势吗 ？No no no no！ 任我脚胖滚！你叫我任你的脚胖掉？两啊？做袂到吗？你带我来两。做袂到嘛算啊，代表你对我无真心啦。走，我若是要娶小姐，代表你爱钱啦。我就要弄你的脚胖。对对，那无弄代表你爱钱啊。好，我弄。要少爷面子啊，来收皮。爱我做这款的行为啊！听你实在啊 ，A B C， 你若不能来，紧的你也开，准备来。你是物件扔伫涂骹呢啦？玉米哦，你阿落咧
在捡物件呢？不是是。啊，无是啥物？对啦，阿母。阿母，伊在捡物件啦，我物件在给伊捡，阿母别管我去啦。捡物件别家己捡哦。阿母。哪个？这路呢？我问你，阿母啊。你脚开开来，怎个？伊这人唔好呢，迄先生伫咧跳，你看无吗？什么跳啊？先生伫咧跳啊！先生伫咧跳，三连跳啦！三连跳，他不是啊了，要死我了！哎呦，你跟你未来妹仔讲啊，这尔歹听啊！无啊，恁细汉，恁啊要食有要食，要穿拢都无要紧，恁娘到去开欠着恁啊！你这妹仔安尼站起来到这，你也看不起哈？阿母，你冷静，人伫咧念经，咱较细声，较莫甲人搅吵着。我甲你讲，这个人就是间骗钱，欺欺骗骗，骗骗欺欺，你看袂出伊大雷咪吗？哎，我甲你讲啦，我知恁两个吼，这是孝兄啦，迄一讲就生着，无法度啦。早三讲恁两个这种型的吼，生出来你做毛就甲你该死，我来讲。阿母，你拢唔知代志严重性。你今仔日吼，若无生这查某囝，你若阁少年两岁啊，伊来怪你啊，恁是怪阮啊呢？哎呦，你拢逐讲世间人，逐个拢看开这种人，是毋是啦？一个读册人，知书达理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来、哦，我看卖，安尼唔得对哦。人讲吼，迄骨吼就爱安，有人爱装啦。啊，这人嘛在医生啦，哦，啊，现在你看嘛，加塞班偌好看嘞哦，来，你在厝里做啥？在干啥？我要叫你晚路拜堂哦。啊，阿龙，干嘛？来，当哥哥。多谢阿彪。阿弟来你啦。多谢。有你彪。水，你我紧我紧，阿母啊，你真正袂晓看人诶，这个人目睭水，佮咸水杯水杯道理呢，啊，你会嫁咱娶咱小妹啊，安尼唔好呢，敢知影？我讲啦，你实在拢袂讲事，你无是讲你小妹这种型的，无你要娶一世人是吗？好，袂要紧，你讲我拢遵守，到时阵哦，咱小妹啊，若去个胎死哦，用我来强奸你。